去八的地区，然后有那个地方有道场，有师父呢，他在讲经说法，在举办法会的话，有因缘都可以去参加去结缘。我们讲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嘛，对不对啊？特别是我们都是发愿，其实师父跟你们一样啊，我们都是发愿要往生到兜率净土去的，所以算是一家人啊，很亲的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弥勒菩萨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福报，他是什么样的特殊的福报啊？就是说，像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我们读上真经就讲到，应该讲本愿经吧。本愿经的时候，他里面有讲到说，释迦牟尼佛他这种度众的心特别的勇猛，那他专门度什么样的人？难调难伏的众生。那弥勒菩萨他发愿呢，他跟释迦牟尼佛很不一样，他要度的是什么人？善根具足的人。也就是说呢，大家都很乖，都很听话的，然后一教呢就一点就通的，这些人呢是弥勒菩萨特别喜欢的，他就是专门度这种人。那换言之啊，师父常常在开玩笑，我会觉得说弥勒菩萨比较偷懒一点，他喜欢挑那种好度的众生去度，其实师父也是，那个宫北存家也好，其实我们都有时候会觉得啊，好累好累哦。这个是弥勒菩萨他的福报，因为他就有这样子的福报，他所度的，他生生世世结缘的结法缘的众生呢，都是根气呢稍微好一点，烦恼习气呢少一点的众生，这跟释迦牟尼佛很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么想嘛，我们既然要跟弥勒菩萨，我们既然要投身到兜率净土去哈，当这个弥勒菩萨的法眷属，那将来我们也会跟他一样需要度众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要成佛成菩萨，我们也要度救度众生嘛。那我们就要想哦，那我将来要度的众生是想要跟释迦牟尼佛度的众生一样，还是跟弥勒菩萨度的众生一样？师父个人认为哈，我想要找的人是跟弥勒菩萨一样的，卡好度的啦，比较好度的众生，我比较想要了哈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平常有因缘，就多跟大家结善缘。你看你们的那个 T 恤上面就是慈氏嘛，对不对？慈氏啊，慈是什么？慈是什么？与众生欢乐，娱乐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只要给大众欢乐的话呢，他每次看到你，他生生世世遇到你哦，你们的缘分都会很好。你们的缘分很好，你讲什么话他都会听。可是如果你不跟他结缘，你就没有办法跟他结下这种慈的这种善缘的。所以。你们很有福报哈，自己成立一个居士林，然后懂得自己用功。但是居士林以外的，有更多的广大的学佛的弟子，乃至于可能跟佛法比较现阶段比较没有因缘接触的这些，我们点蛋糕点心可以吃哈，因为等一下结束了，然后一口都没有吃到，然后就留给师父吃。我们有特别准备了瑞珠板块。就给小朋友吃啊，给大家吃。老师不知道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有吃物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就老师就不用哈。好，不好意思。所以啊，你看，你们来啊，师父给你们吃点心也是怎么样，慈嘛，给你们开心啊，就希望你们好度啊。希望你们这个有因缘哦，可以主动得到。很多很多的道场去发心，去跟大家结善缘啊。我们看我们那个，你们听师父讲一下，师父讲故事好不好？好。